现在请寇小姐将火棒交予香港第一面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李丽珊小姐。1997年8月16日的上午，湾仔金紫荆广场，香港首枚奥运金牌得主李丽珊为第八届全国运动会采集火种。这是香港回归后第一次参加全国运动会。今次呢，在香港举行这个圣火采集，不单是香港最高的荣誉，这个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具体的表现。霍震霆现任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作为当年全运会香港代表团的筹委会主席，曾亲自带队回到祖国参加比赛。香港运动员可以有个别可以参与的，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说最显示一国两制就是体育了。未回归之前都没有参加国内的高水平的运动，所以我觉得回归之后即可以参加高水平，都对我们提高香港体育水平都很大帮助。体育赛事不仅仅是一种竞技，对于香港人来说，它也是认识和了解国家发展、沟通两地情感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首届省港杯足球赛就在霍英东先生的倡议组织下，在广州得以举办。当时，在港英时代的香港，跟内地的交流几乎是很少的。在当时就提出希望通过一场球赛来建立两地年轻人球迷的这种桥梁，就所以霍英东先生提出省港杯。讲我那个时候很小，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很轰动的。省港杯提供了一个桥梁，让香港的球员可以更了解内地。和他的祖父霍英东先生一样，霍启刚也非常热衷运动，并且继承了家族对体育事业的投入。除了延续40多年的省港杯，霍启刚还以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的身份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体育的交流。之前带了香港大埔队年轻队去天津交流，那些年轻运动员他很喜欢踢球，他一到了天津，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哇，我这里场地那么好啊。我说对啊，这里很广阔，你知道吗？他说我闻到草的味道我都很兴奋。我说什么意思？你说香港的球场没有真草的，都是人造的，但我们喜欢踢球的那些人呢，就喜欢在草地上踢。我们还会加大青年组的那个资源的投入，能使更多的青年运动员在明年在后年的亚洲锦标赛当中获得好的成绩。我们的香港体育运动的很多的教练都是我们国家的精英教练，就我们聘他到香港来，因为内地的体育发展得很好，所以这个也是把香港的体育水平啊，运动水平提升了很多。内地和香港体育活动的交流增进了两地人的情感，而圆梦奥运则进一步加深了港人对家国的情怀与认同感。北京拿到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北京成功申奥那晚举国欢庆，在香港的霍英东更是格外欣慰。正是他多年来在国际上的穿针引线和沟通游说，以及长期对国家奥运事业的资助，助力了这一结果。因为那个时候国家也给到他一个机会，可以帮助国家去游说不同的组织。其实重返奥运家庭之前还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单项协会的工作，比如说足球的工作，对吧？足球协会、单车联会，还有羽毛球协会等等等等。那个时候还是秉持的这种最爱国的这种精神，希望真的国家能够站起来。2008年的5月2日，奥运圣火传递香港站起跑仪式在尖沙咀文化中心拉开序幕。
香港奥运冠军李丽珊接下火炬的第一棒出发。因为落雨，咁就但开头喺表演嘅时候，有啲表演者都跣到，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少少担心。但系跑起上嚟，啲市民都好热烈，咁基本上记得晒啦。在火炬传递的沿途，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无论是地铁站的顶棚，还是维港海面的船只、码头，到处都有市民举着国旗为圣火传递欢呼助威。那你现在心情怎样？好开心啊！好开心啊！我们也很开心，把这个圣火啊，还有整个活动啊，筹备的不错啊，然后我们迎接回到香港的第一站，把它办得不错，我觉得是一种荣幸来的。在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2008，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就体育会超过体育本身的。就算我们国际足协的同事都说，哇，你开幕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是为中国人的，是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我想那天开幕呢，就我想全世界，我想比美国去月球更多观众。还记得我自己在08年奥运会的那个场馆开幕典礼的时候，升旗唱国歌，我自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我们毕竟参与了整个过程那么长时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点燃了港人心中的骄傲和自豪。此后，一有奥运冠军访港，都会引发市民的狂热追捧。大家好，我好开心。2012年8月，在国家奥运金牌运动员访港前夕，沙田大会堂的售票处大排长龙，一票难求。有市民通宵排队，只为一睹跳水冠军的风采。琴晚7点钟，因为佢可能系最后一年，所以想再次欣赏佢嘅跳水。香港的居民嘛，通过体育，提升他们的自豪感最强烈，还不是奥运会，是之前的中国女排5连冠。因为那个时候呢，香港的老百姓在殖民地底下生活，就是很压抑的一种状态。一下子你能够我们的国家的运动员拿到一个国际的奖项，体现了中国人的这方面的能力，那种自豪感的释放，还非常强烈的。你最喜欢哪几个球员？朱婷，因为朱婷是中国的骄傲，排球的骄傲。那当然，国家运动员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同时间，每一次我们香港运动员拿到牌，我们香港也是有这种自豪感。李慧诗，2019年曾代表中国香港单车队拿下在波兰举行的世界场地单车锦标赛双料冠军。不久，她也将和其他香港运动员一起代表中国香港出征东京奥运。在后边也有乒乓球的银牌，李慧诗的铜牌，所以看未来，我们非常希望东京能办成，还有能拿到好成绩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香港的期盼跟期待。